Hello，时装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程潇。我觉得这次系列非常的夏天，就包括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一件，然后整个系列我觉得很适合大家出去玩啊，什么去海边的时候去穿的。它有一个小兔子的一个包包，彩虹包，然后我觉得非常可爱，很适合夏天，然后是草编的那种，不是吧？会带上我的手机、充电器，还有我的小猫咪，每天睡觉，对，然后和我小猫玩。T 恤会偏多吧，因为我很喜欢就是 oversize 一点的 T 恤，开始喜欢穿这种小花裙，因为碎花元素在里面，小花裙也很喜欢。我觉得配色很重要，一些配饰很重要，比如说包包呀，或者是耳钉啊。配饰关注还挺多，项链品种的。我的小宝贝叫程苏苏，然后现在已经满1岁了，生日是3月8号。希望大家多多喜欢我的小猫咪，谢谢。我觉得有自己个性的男生吧。我觉得能把工作和生活都打理得很好的女生，找角度啊，这角度还是很重要的。会，非常典型。我觉得一个梦想吧，然后能为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努力，最后还是实现它，我觉得。我的人生还挺精彩的，很满意。我可能对时尚这一方面也还挺关心，然后我也很想就自己尝试去设计一些东西。我会比较有规划一点吧，对我自己一年的规划，我自己心里面会有。